Hello， 搜狐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许魏洲。酷，炫酷，我特别喜欢这个 McQueen 这个牌子，它因为有很多的之前嘛，会有一些像骷髅的元素啊，包括一些就是皮夹克呀，然后非常时尚，非常摇滚。然后我自己也是特别喜欢摇滚嘛，喜欢音乐，所以我也特别喜欢这个 McQueen 这个品牌这个元素。来看我的手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个戒指，它是一个连着的戒指啊，它可以就是食指这个，然后中指、无名指都可以这样子随意搭配，看心情搭配啊，这样一个戒指特别可爱。送给所有我喜欢的朋友们，我觉得可以就是，首先年轻的朋友不用说了，肯定是特别特别合适。然后呢，就是我觉得，像我爸妈，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Alexander McQueen 这个牌子。它有很多像包包啊，还有很多现在的其实很多，慢慢的这些元素，我觉得就老少皆宜，都可以去尝试，都可以去使用。单品刚说了这个戒指，然后包括还有耳朵上这个耳夹，对。其实它不是那个耳链啊，然后耳环，它就是一个耳夹，就是没有耳洞的朋友也可以戴。其实我跟盖哥是网友啊，我们就是在合作之前，其实我们没有就真正的见过面，但是我们其实是一直都互相知道对方，因为我们经纪人都是好朋友，然后呢，我们一直知道对方，所以就说一定要大家合作一首歌曲，然后我也特别喜欢他的这个 rap， 所以这一次的这首歌呢，也是我觉得，其实并没有就是那种特别重的摇滚啊，特别重的 rap 啊，这些东西元素混在一起，这次呢也是我觉得比较偏于流行的，大家能够接受的，然后我们也喜欢的，朗朗上口的这样子的一首歌，带给大家，所以呢这首吃了少年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。多动，多运动，没有能够替代的。拖鞋是我觉得剧组里我的常穿拖鞋，常年穿拖鞋，春夏秋冬。厨艺就是勇于尝试啊，现在做饭啊，我就是多尝试。然后我其实没事的时候，我就会翻开一些软件啊，就是小红书啊，然后抖音啊，人家都是刷一些这种好玩的新闻，我都看做菜。我小红书我就会翻做饭做菜，然后掌握一些技巧，然后我自己做的时候有空下来我就会做。可以啊，鹏鹏他现在对他现在掌握了很多手艺，然后他最近也是这部已经上映的《沐浴之王》啊，这部新的电影。我听说就是他为了拍这部电影呢，特地去这个澡堂子学搓澡，学了好久，然后说他的手法特别好，我希望下次来给我搓一搓啊。婆婆也希望他的这个沐浴之王这部电影大家能够去观看啊，去多多支持吧。